处理又等一下你开错事了，欸，是不是就不一样？那我们擦这为什么擦这个油膏呢？欸，因为这个油膏是松树的油。什么油？松树的油。松树的油是奥地利进口的。哪里？奥地利。奥地利进口。欸，松树的油，哦，你知道松树的油它可以消炎，好，止痛，从咬到擦下去就好了。从哪里？从咬到啊。从咬到有受伤，啊，那我们这个脚不是很脏吗？有香港脚吗？啊，那你按的人碰到香港脚会不会感染？会感染吗？啊，所以擦这个油就不怕了，哦，就不怕被感染了。哦，这样，所以按的我们按的按这个按摩啊，都要用很高级的油，要用很高级的油。这个不会比这比化妆品还好。哦，那会不会比化妆品还贵？应该比较便宜哦，因为它是按擦脚，但是它很高贵。啊，哦，是啊，它是有机，它是纯那个没有化学，完全没有化學。呛猛的，我们台湾也很多松树啊，为什么我们台湾做不出来这个东西？有很多松树啊，太少了，跟国外比起来太少了。那个松树，国外是一大片的松树哎，像加拿大。像那个 RP13 还有要谁来做，要有人在做啊。我们不是有很多生技公司吗？那个原料都要进口了。哦，在台湾没办法。哦，那，啊，我们可以种很多松树啊。要砍很多的那个树枝哎，要砍这个一罐的话，树枝用一大堆呢。真的，做一瓶啊，它提炼那个油啊，一大堆呢。哦，对呀，这不简单啊！你那个都沙沙的，哦，什么东西沙沙的？堵塞了，沙沙表示里面有堵住了，哦，有那个堵塞物了。你说我啊，我的头啊？对，额头这边的。哦，这沙沙的。有沙沙的，你感觉到沙沙的？有啊，你自己也会感觉呀，啊。啊，你说我自己会感觉，我从来不知道哎。你按了就知道。哦，我自己去按的时候我就会知道。哦，还有像这个哈，哦，嗯，这个油擦了以后润滑哈，嗯，哦，你那个粗糙的地方会改善，会越来越润滑。哦，越来那个会越来越减轻了。哦，那个粗糙的那个会越来越减轻。哦，这样。那越来越减轻是因为擦了油，还是因为按摩？哦，对，它会润滑以后呢，它就越来越不粗糙了，哦，越来越柔软，哦，越来越柔软，哦，像越来越柔软。那请问一下，嗯，好，你先说，哦，好，这里是副甲状腺，哦，管那个神经系统，神经。你这个副甲状腺，副甲状腺也不太好。哦。副甲状腺。好，那甲状腺。你的整个问题这里问你最大。哦。这个圈圈这个地方问你最大。所以人呢，啊，要有懂得保健的知识，啊，这个保健知识不要花钱的，哦，就是说我不要花钱，我也不用买很多钱，什么去买什么营养食品啊，那个直销那个啊，或者说吃了它的就会改善什么，不用，我们都不用，我们就自己开发我们本身的把我们本身的毛病排除就好了。我们有方法去排除，就是用按摩的方式，简单的工具啦，就能够把身体的障碍哈，排除。你看，又简单，又省钱省力，又有效，所以我们就一直在推广，一直在推广教学。像我也是到处很多开很多班呢，啊，
您在哪里开班？我在胡志的那个好几个教室。哦，真的啊？胡志啊，哦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他有很多理论店嘛，对，那理论店上面都有教室嘛，啊哈，啊就有场地啊，啊，他那个学生他们去招，招学生，免费，完全都免费教学，那我就去教就好了。哦，对，所以，所以你们那是免费教学的？对，哦，那基金会，非盈利团体嘛，哦，都免费教学。哦，那不是我们都免费教学，是到胡志免费教学。到胡志免费。我们这边的教学要收费的、哦、我们研究会要付房租啊。哦哦，是，对对，那福智的他那个要学到会，要学一步一步来，一个我一次哈、哦、一期有比如说十次嘛、啊、一期十 次, 十次，一次两个小时嘛。哦哦，那个学初级的就是学家里按摩。 哦, 哦，然后第二次呢要再进，要再学的话再进阶，在第二期再学比较深的。哦，那要要出塞也是要几期呀、啊？出塞如果出塞要帮助别人的话哈、哦，要到我们研究会去学。哦，学专业训练。哦，好、哦，跟点穴。哦，点穴啊？对，点穴。哦，专业训练。哦，还有无痛诊断、哦，种种那个再进一层的，还有中医原理这个要帮助别人哈、哦，要再多学一点，那个到研究会去。哦、我们是学自我保健、哦、外面教是教自己保健自己、哦哦、因为如果我们要这样帮助人的话、哦、我一天24小时 都做也做不完、嗯、太多了你知道、哦、这个台而且一个人才要花一个小时、哦、真正要全身保健的话一个小时、哦哦、这是最少、啊、病比较严重的话要两个小时、哦、那一天能够做几个人是做不完，所以你希望他们自己学会、欸、做不完啊。那我可不可以请教一个比较外行的问题啊？我们外面不是有那个什么步道，健康步道，欸、那个有帮助吗？因为它也是刺激脚底啊，多少有帮助。哎、欸，但是因为它的土那个太硬了。什么东西太硬？太硬，那个石头啦。石头太硬了。哎呀，你踏不好的话哦，踏到骨头的话会受伤。什么什么？你踏的时候弄到骨头会受伤啦。弄到骨头。弄到，你踏的时候骨头啊，啊，哦、没有踏好的话，有时候踏的太重的话，骨头会受伤啦。哦，这样。那我们的刚刚那个踏板哦，哎，那个是按着脚型啦、啊，比较不会弄到骨头啦。啊。它有哪个地方？它哪个地方？嗯，它这有个幅度嘛，它刚好下去，刚好缓缩期，但是不会伤到骨头。哦，所以应该要买那个。就是买那一种，比石头还好，效果还好。哦，所以你们那是专利的。专利，这个也专利。哦，那个。这个也是我们那边才有，哦、外面没有在卖。哦。我们是进口自己用的，哦、还有学员买的。哦。这很痛吗？也蛮痛的。啊、哦，哎，这个是最主要保健在这里。啊、哦，肾上腺、肾脏，那、啊、你这样按完了以后哈、哦哎，再去检查，哎，你就会，他就会告诉你改善在哪里。哦，我为什么跟肾脏有关系？他不是说我是内分泌吗？内分泌不是了、哎，这个肾脏按一按哈、哦哎，整个都会提升了。哦哦，肾脏啊。是是是。啊、哦，这边。是。哇，你这边一样，也就是在头部。哇，你这边哈、哦，嗯，你右边的那个鼻子这个地方哈、哦，更严重。更严重。哎，这里更那个，啊，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。我有点不太好意思，因为我的右脚趾有灰指甲好多年了。这个。哎。这个是吧、啊？这个，对呀、啊，所以你最好哦，来学按脚，自己按。哦。你给人家按哦，要花很多钱。是。而且不能常常按呐、啊。哦。自己按可以，一天按个两三次都可以啊。哦哦。你按的越多次，效果越好的越快。是是是。好的越快，对不对？跟您报告一下，
我为什么会在这里花这么多时间，因为今天有很多展场，是因为我自己也去上了课啊、上了一堂课，哎，在大啊、在那个南港社大、哎、有一个张建文老师在教，哎哎我上了第一堂课，哎哎，那刚为我们老师在演讲那一位哈、哎、演讲陈茂，他现在在老人大学松山的老人大学上课哦，真的啊，大概学位很少了，反正他们的老人大学的对对对，我知道那个很少了，对，3000块，几乎是没什么钱，3000块跟那个一样，而且随时可以进去，哦，随时可以进去，对，是，对他一起在办，哦，所以一起4个月吧，哦，是，所以教得很细，哦。是在那个，我知道，我是那里的学生。松山老人大学。他在那个那个。南京东路。不是在饶河街里面。哦，饶河街不是我们老师上的，不是那个地方，是在那个南京东路那边。那个不是，那就不是老人大学了，我们那个是松年大学。松年大学，那我们这边是老人大学。哦。松山区的老人大学。松山区的老人。对，社区大学啦。哦，你的意思是说，是八德路那个学校里面？哎，他的上课地点有中仑高中里面的。他上课地点有几个地方？我知道你说的是松山社区大学，不是老人大学。对对对，松山社区。那但是我们上的不是，我们上的哈、哦、是在借用那个潘维刚毕业潘维刚的他的基金会。哦，所以你不是在学校里面上？在学校没有地方了，学校不行，他课太多了，哦，他就用他的。哦。好，那我就只是把你这个重点的地方啊处理一下。所以我这个右脚反而更严重。右脚是这个地方比较严重，是那个鼻子上面的。这样，同样都是两边都有结节、哦，所以呢，你两边的肩都是很硬、哦，都很硬，那硬就不舒服啊。哦、而且啊、哦，那个硬的话，会影响到你这个脑细胞的氧气跟营养不足。哦、因为我们的输送氧气和营养会通过这里嘛。嗯、啊、你那个管线比较小了。输送上就会比较少、嗯，所以才会造成哈、哦、记忆力减退，是，就这样。那、啊、这里改善了以后，脑筋也会改善，所以我就不会再将来不会失智。对呀、啊，啊不然就一直退化。对，我也觉得退化的。你这个颈椎一定把它弄好。哦。自己按，反正这个上面哦，你要常常按。嗯。哦，跟着按的。按的方向这样哈、哦，这样按，哦、那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，好、哦，反正有结节的地方，你要擦这个擦油膏哈、哦，擦油膏去按，擦、哦、能按，它会越来越好。啊、哦，对，好，好的，谢谢你，感恩感恩感恩，好，回去检测。